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牧。我在梦工厂最新动画《变身少女露比》中为露比配音。她是一个高中生，看似平凡，却拥有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原来她是来自海底的海怪皇族，拥有超强大的超能力。她将如何对抗邪恶的美人鱼，并扭转自己的人生呢？6月30日进戏院就知道啦。这是我第一次挑战幕后配音，过程非常有趣。接下来就请大家收看配音花絮。没告诉过你，你是皇族吗？我们家族中的女性天生就具有变成巨大海怪的神力。要成为什么？露比，你是公主，向群众发言。我想，我现在恐慌症发作了。没事，露比，过个完全、彻底、平凡的一天，你行的。像个怪咖，我只是想当露比·吉尔曼，普通的少女。哼，宝贝，那有什么好玩的？你拥有自己无法想象的力量。真正的海怪是高贵的守护者，你必须阻止邪恶的美人鱼。但是人类喜欢美人鱼，他们当然喜欢，人类都很笨。教我怎么使用能力，准备好了吗？让我看看你的能耐。身体铠甲，镭射眼，要怎么停下来？就快了，是时候大胆冲。我们晚点还是会上加强课，对吧？我的数学天才。你的什么？我说天才，数学天才，因为你很天才，我的数学天才。哼，其实我比较喜欢前一个说法。